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重啊，四肢不太协调了，眼睛跟上了，手没跟，脚也没跟上。你听这锣一敲，年味不就来了吗？大家好，我是中国新闻社的记者高莹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那过年的气氛从哪来呢？今天小新就要带大家去看一场在乡间由百人组成的非遗表演团队，让我们去看看过年的气氛组是怎么练成的吧。走着，过年的脚步越来越近，年味儿要去哪儿寻呢？最热闹的年味儿还是要去乡村间看欢天喜地的民俗社火，堪称气氛组的民间社火，是最传统的春节庆祝活动。近日，在甘肃榆中的陈关镇，由百人组成的社火队正在进行年前的排练。当地的非遗社火中最具看点的就是铁芯子表演。什么是铁芯子呢？这是当地流传广泛的一项古老民间艺术，主要由5至8岁的萌娃表演，将萌娃装扮成故事人物，分两层固定在铁支架上，铁支架隐藏在戏装下面，内部具体是如何固定的，这就是铁芯子的表演机密了，换装时是不能被看到的。我们的铁芯子就是每一台铁芯子是这个十足故事，哎，像这台我们的这个呢筷子，哎，这就是中包裹，哎，每一台它有10足故事，它装扮的是每一个秦腔里面的这个一折石。太平鼓是社火中必有的表演团队，平日里常见的多为男子打鼓，但是在这次的排练中，记者看到了一支同样气势昂扬的女子太平鼓队。就是6月份开始，我们就开始，一天是练，早上练2个小时，晚上练2个小时。对啊，我们男的嘛，外面挣钱呀，还要养家呀，我们女的比较都是在家嘛，都是家庭主妇嘛，就是有时间，孩子上学去了呀，家里没就没事干嘛，我们就练个太平鼓，对，健身鼓还可以吧，就是最轻的是7.5斤，重的就是9.5斤，还可以，刚开始有点费劲，现在是可以了，好了。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打完以后是不会走路，洗脸的时候手势跟不着脸，根本就起不来床，反正是半个月以后吧，腿是全部都是轻的肿的，走路全部都走不了。然后我们今天跟着老师去学一下这个女子太平鼓应该怎么打，啊，套左边套右边，上，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重啊，没你想象的重，没有想象的重，我前面看你们打的时候，我感觉，好了，我感觉应该挺重的，哎，为啥我都往前跑，这样没事，把头稍微这么高一点，啊，头高一点，哎，啊，哎，一个上一个下，一二，往后拉，哎，对呀，啊，这个手这么甩起来，哦，甩起来，哎，这个手，这样，刚刚我们看的是一场非遗社火，现在呢，我们要去看一场最民间、最西北、最地道的乡村民间社火。你听这锣一敲，年味不就来了吗？Yeah.